Hello， 枪友们，这里是曼谷，我是枪火。今天的我的可乐秀，今天用这把 Scar， 用这把 Scar 来打，还是跟上次一样，还是八听可乐，而且我还加了几个这种泰国本地的这种假草莓饮料。当初买的时候以为是气儿，后来一问说不是，那就凑合玩吧。反正都是保洁阿姨禁止的，待会儿打完了以后还得用水冲一下。行吧，现在就看一眼效果怎么样。现在这个距离，从靶到我这儿的距离肯定是不到10米，大概也就是7米吧，7-8米左右的距离吧。这个距离我这把 Scar 的这个精度要远远的比那个 AK 要好多了，就是不是说具体来测试它的这个精度怎么样，还有威力怎么样，就是玩嘛，就是玩这种感觉挺有意思的。废话不说了，现在就走一 T 吧。半天了，一枪没中啊！还得多试几枪，还得多试几枪。这个这把 Scar 很少玩，玩起来还是不如我那个 AK 和那个 M4 更熟练一些吧。闹了半天呀，终于知道怎么着了。原来 Scar 啊，不是瞄这个位置，不是瞄这个位置，是瞄这个点，是这儿，原来在这儿。明白了，这回明白了。OK， 现在终于明白了，现在没白白的浪费我的小可乐。
让我以后这个可乐秀玩得更精彩一些。走着。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。今天我为什么把场地搬到这块儿而不在那儿呢？我就是担心像上次似的，万一再打中哪个可乐，再那么奇怪的飞了出去，奇迹的飞了出去，砸到人就危险了。走着，再来一轮新的，就结束了。太爽了，太爽了！今天就到这块了。感谢朋友们欣赏我这期的节目。感谢这么多铁磁枪友一直在鼓励我和支持我。今天不应该来，今天刚想起来，今天是周六，周六周日不应该上来，有这个休息的这个居民，但愿别投诉我。行吧，明天要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明天去 AD1 然后试试我那把 Blanket。今天就到这块了，谢谢，拜拜。